各位親愛的觀眾，我哋下半場嘅節目咧又要開始啦。首先我介紹一下今晚嘅陣容鼎盛嘅大樂隊先嚇。喺音樂方面，音樂領導係盧廷鋒師傅，大院周次佳師傅，吉他周奕高師傅，蕭同埋笛趙思礦師傅，古箏李玉冰師傅，琵琶陳賢德師傅，揚琴黃家恆師傅，大提琴雷文師傅，鐘鼓鐘子金師傅，瑟士泰山師傅。在擊樂方面，我們的擊樂領導是余家龍師傅，下手張傑師傅和下手廖直球師傅的。好了，又要來介紹下一支曲了，這支就是《等你無盡期》，它是講到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和唐婉本來是恩愛夫妻，可惜他母親嫌棄媳婦，要逼他去出家。這支曲呢就是講到陸游是趕來相送，大家承諾終身相守的。為我們唱出的就是雷桂開師傅和黎慧卿女士，請以掌聲歡迎他們兩位。Thank you.
心灵啊。Oh, no.
人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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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不定我要前往福州上任啊！啊，咁你一路小心啊！远妹，你要保重啊！Thank you.
成怨恨，东风无力，玉壶音难更。知道委屈你，等我福州壮志得酬，那时娘亲定会转意回心，许我接你回家，你安心等待吧。好，咁我一定安心等待。你自己都要多多保重自好啊。啊，远妹。放宽心，愿每等。